就刚晒衣架，100块是爱心哦，100块做爱心，谢谢。100块做爱心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100块做爱心哦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对，他们做爱心嘛，100块而已，100块你还可以卖很多东西，来，100块而已，篮子100块而已哦，100块而已可以做爱心，100块，来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谢谢，这里，来，这里放东西啊，你一百块而已哦，篮子很漂亮，一个100块而已哦，可以做爱心哦，哎呀，那个衣架100块啊，谢谢。谢谢。彰化市公所于春节期间在民族路及永乐街路段举办大型封街活动，庆典之都春节市集。彰化县看见彰化公益发展协会参与设摊义卖，彰化市长林世贤到场化身超级销售员，拉台买气，鼓励民众消费做公益。这两个立体停车场就花了8亿了，我们拿过。在有史以来乡镇市公所这样的层级是政府的第三个层级的机关，我们拿个6个国家大奖，这家卖公行最威哈，总是透过你跟我共同的努力，咱彰化人共同打拼，你来逛这个市集就是我们共同努力，你来逛这个市集就是给公所最大的鼓励，所以市长在这里深深一鞠躬向所有的朋友，有为大刚来维持的啦，他每天来维持的，为一个大刚的来替一个委员长的叫卖，我们也足支持的啦，这个是支持，就是付出，咱所有店家安尼甲排出来，这嘛是甲市长一种鼓励，有的店家当然伊嘛有声音，但是市长会慢慢甲因沟通，慢慢甲因沟通，要安怎讲一句，就是要安怎讲话。努力，咱来中华欢迎，咱大家共同来努力，安尼好唔好？哦，在此之家再次的祝福大家，新的一年都能够健康平安，赚大钱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三生一起功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我们。小朋友，好，我们第一奖要先抽出。好，我们工作人员先把我们的奖品先保温瓶。好了，市长来就是爱蒙大奖的啦，我是蒙一下大奖啊。好，继续来营销哦，上大开始了。来，十人份的电子锅啦吼，电子锅啊，谢谢大家的消费，真的是有消费几点数，我们在现场摸彩哦。来，现在是十人份的电子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号码是林淑芳林淑芳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